今天呢特别好啊，我们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TFBOYS 和刚刚成军的 TFMEN 正面的较量。我们每一队首先要选出一个气质担当。哎呀，那都可以啊！哎呀，我们三个好像都行，咱们选一个吧。啊，我们这有体重担当啊，气质担当小宝。哦，小宝这边推出了小宝。好，对，谁？小宝，你看。好，那我们 TFBOY 气质担当这边才是谁？派谁都可以。这边派谁？我。好，派出了小凯。好。气质担当要做的是谁？为什么你们被打起来？为什么刚才喊宝哥的时候我就听见了，喊那边我就听不清呢？是啊，对，那就不一样的感觉啊。两位，这样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走秀表演，好不好？走秀表演。OK。因为今天大家都穿得非常正式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而且我小宝哥这一身，你知道，看起来就是很贵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，很贵了。走秀会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那个，是你先走还是我小凯先走？我让一下孩子吧。好，我们小凯先走，好不好？这样舞台不深啊，我们就从这儿往前走，好不好？这么几步，来，就这么几步，来，走秀表演，掌声欢迎 TFBOYS 王俊凯。糟糕，被小宝感染了，这不是小宝的招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掌声欢迎TFMEN气质担当，来自东北的小宝宋。其实说实话，虽然有时长的压力，我都愿意看你们俩走秀走一个小时。接下来可爱担当，你们那边派 man， 我们这边派我就派涛涛吧。我来吧，派涛涛。我们这边派 TFBOYS 王源吧。那个任务是什么？任务是要我们节目组准备了一些照片然后呢，我刚刚看了之后我已经拒绝了，但是他们坚持要求大家模仿这些照片来做表情。OK， 好，看到照片了吧？好，海涛 ，TFBOYS 派谁？王源，王源上了，我们的可爱担当。我在那个 TFBOYS 里就是王源这个角色。我了解了，何老师，你刚才说一看到照片就拒绝让宋小宝来做，因为是这样，圆儿这样，如果不喜欢，你可以拒绝。你已经到了可以说不的年龄，好不好？你要学会放下那个偶像包袱。啊，刚说要拒绝，从刚才小凯那应该是应该没有包袱，应该没问题。啊，好，接下来是每张照片两个人都要模仿，对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第一轮这样，海涛先来，然后王源先来。第一张照片，请看，屏幕。哎呀。这就算是猴年，可这也不是猴子呀，星星吧，这个来，这个照片啊，来，海涛，一二三，可爱，好，哎，小宝来一个嘛，你站在旁边好面熟的感觉，不要被，我就感觉我在模仿，别感觉我干。我感觉这个活应该是我干的才对，是不是？你刚刚走秀很好，走秀很好，对对。哎呀呀呀！你看，好，下面是我们小圆啊，来，王圆，三二一。啊，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张，第二张什么？精彩。好，看看王源会不会拒绝啊？哦，这个可爱死了，这好可爱，这个真的好可爱。好，这回依然是海涛先来，一二三。你已经努力了，真的，海涛很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做完以后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跟你说，其实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都说非常可爱，但因为现场坐的大部分都是 TFBOYS 的粉丝，所以对你毫无反应。不是，后排有几个 TFMAN 的那个妈妈粉。好，下面到我们小圆了啊，来，三二一。哦，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来，王源先来吧。好。这张得放下包袱，这个得放下包袱了啊！三二一，对，要吐舌头哈。这样我们天方一起来吧，好不好？来吧，三二一，我小宝哥，小宝哥，你还原度已经达到了90%，对吧？还原度特别好，谢谢海涛，谢谢王源，接下来舞蹈担当。哇！哇，真的，我腿都抖。你别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可是刚才表演过一个大秀的人呐。OK。啊，我只希望我们的
给我点鼓励好不好？对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我刚才看到你在背后跟那个千玺两个人击掌，其实是你们两个舞蹈界的高手之间的一种较量，对不对？千玺承让。没，不敢不敢。好，那个比拼开始了。比拼是这样，两个站到前面，音乐起的时候跟随音乐的感觉，我事先不告诉你们是什么音乐，好不好？然后两个就即兴的尬起来，好吧？加油啊，加油！千玺吗？千玺的表情，千玺你想说什么？你要对，没有什么你要对亮亮说的感觉。我压力也很大的，你是怕我被我带偏是吗？好，来各位，舞蹈担当的直面 PK， 音乐起。I'm a good boy。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TFMAN， 对不对？其实三位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非常有成就的巨星，因为也很喜欢 TFBOYS， 所以呢一起来跟他们欢乐一下。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个 TFBOYS， 请准备你们下面的表演好不好？就位了啊，加油加油加油。